年度社死名场面，今天带你见一见。体育竞技打响尴尬一炮，各位选手是状况百出，乱了套。投篮的动作蓄势待发，差点磕坏老师的小脑瓜，感觉自己成绩有点悬，一言不合开始拜早年。二师兄骑马身手矫健，下一秒恨不得离开地球表面。摄影大师们也难逃一劫，差点跟美丽世界道个别。有些人带你私奔拍的唯美又浪漫，有些人碰见电线杆摔的是肝肠寸断，拍个视频跳的是潇洒又卖力，害得大爷摔了个螺旋倒地。滑板少女不甘示弱，下着雨也要风驰电掣，旋转跳跃自带暗器。哎呀，小小的滑板鞋，大大的战斗力。有些人但凡提问之前管住嘴，也不会从年初社死到年尾。师傅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别人逃课都是偷偷摸摸，这位同学逃课恨不得开个广播。跟狗子打架也出丑，地盘不稳摔得自己永垂不朽，走平地也能二连摔，难道社死年底也要冲 KPI？ 好啦，要想面对社死不崩溃，赶紧关注解忧大队，点赞，散会。